输出的石碑。哦，输出没戏，还一杯。哇哇，好粗哦，这个粗。落水摇，哦，脱口而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清除外来种的梨子。我们看我这个臂章，噔噔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一年一度平民的清除外来种活动又开始啦。那这次我来准备的是，我是用路亚跟手竿都有带，我们就看看这次能够钓到什么鱼吧。就让我们 go。这就是我们的钓点，就是我们的钓桥。我可以看到下面已经有人在下面开始钓了。他每次开放的钓点都不太一样。那我路亚，我先丢路亚，路亚应该是就是甩亮片去看有没有曲腰会咬这样。十，小菜，对吧？小菜，小菜。哎呀，一个，那要怎么称呼？大哥要怎么称呼？他叫那个庆华。哦，庆华。OK。哦，等一下，在这里，在有鱼的地方，那我用，先用长毛亮片好了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银色长毛亮片。那今天装备就是这样，溪谷猎人，NAS 1000。哇，到处都在炸欸。来换这个，他是买的新玩具，戴瓦的 Silver 大小的。哎，那边一直狂炸欸，但那边一直狂炸，但是没咬啊。头杀跟那个狗大的必杀钓组啊。旋转亮片加上加盖楼虫，咬你看，小细鱼抖抖抖，竿头抖，竿头抖个不停，哎、欸，哦，都是那些小细鱼在乱，他们一直咬，但是就是上不来。补盖的部分，我们来找小细鱼取暖了，买了新玩具。HR 的掌中青，它是八公杆，它的节数比较少，所以它比较轻一点。因为我喜欢轻的杆子啊，这样。今天也是带它来开光的，来吧，取暖的小朋友，来让我舒服一下。路亚钓不到鱼，就只能找小溪鱼了。那边小溪鱼超凶，哦，拖走了，哦，我也中了，拖石冰。拖走，哦，粗的哦，还是石兵，但是粗的石兵，耶、yeah ，哦，这只好粗，粗的石兵，哦，粗的，走吧，拜拜，不行啊，这边怎么只有石兵啊？快来一只不同种的鱼，哦。又来了，什么鱼呢？还是石兵？怎么钓都是石兵哎、欸！石兵哦，这只更粗了，有一只更哦，这只大的呢、欸，下去直接接走的，来吧，石兵，拜拜。石兵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地狗桃、欸，哎，地狗桃，好小的地狗桃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好啦，地狗桃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到一个新的点，第三个点。那我们在这边要用的是吐司放油，很有趣的一个钓法，就是当吐司飘出去这样就好了。那钓子非常简单，就是一条线，然后钩子上面挂一个吐司，这样就好，非常的简单。先这样。呜、哦，出去，对，丢出去，然后就拿飘，丝就是不一样，巨呆巨呆，
哇，拉网预备，救全家。哇，大的呢。是你手机里面拿来拍的。哎，刚才会咬呢，都是会咬哎。你要怎么大鱼跟小鱼咬得到鱼啊？你要习惯你的那个杆子太软。软的啊。哇。巨呆巨呆。哎呦，还不想回来，这几号线啊？啊，线不会错。好、啊。哦，好粗哦，哎、欸。哇，干净了，平平呆呆。哇，哎呦，还有没有？哇哇，好粗哦，这是粗。哇、啊、哇，这么大一只的，沉底的也中了。我回不来、欸，怎么办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拉不起来。Two hours later。哇，这个太难拉。要不然凹吗？哦，有有有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大的也是大的。哦。要不要拉网？拜拜。我拿我的网出来拍照。对哦，哇，沉底也有嘞。哇，对哦！哇，哎，这只也蛮大的呢。在这个流里面拉真的很累。对啊。哇，那个漂亮的呆呆，嘿嘿，剩我了。剩下水的阻力啊。哦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打我的吗？哦，是呀。没有，我这个会点头啊，你也会点头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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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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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啊！哇、哦，舒服！哦，回来哦，宝贝啊！宝贝，听我，你帮我找一下我的。哦哦，过来过来。哦，水哦，哦，终于，小呆，啊？不会，啊，等你等得够久了，小呆呆，豆瓣，赞，赞，耶，我们小呆呆，哇，这小的就很有力了嘞。哇耶、yeah ！因为又是那个逆外来种，成功的外来种。哇！因为它是一个逆，耶、yeah ！虎斯放流大成功。好了，你看，没有臂章了，我们刚才已经把臂章还回去了，就钓完了这样子。我今天路亚没钓到鱼，我觉得有可惜，所以我待会会去旁边一个点拉西鱼给大家看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个点，我就来到也是平林的一个钓点，就是虎寮台这边。我在钓鱼的时候，你们还在妈妈石块呢。啊，其实很久以前我们有跟人家来过啊，就是路亚来这边应该是不太会归啦。西鱼最爱的小亮片，哦，落水摇，爆掉爆掉，虾米挖钩，落水摇，呵呵。什么什么哦哦哦，会冲哦，会配哦，哇，卡住了卡住了，起来，来，水哦哦，我们的阔嘴好朋友，耶、yeah ，漂亮的阔嘴，哇，
嘴巴真的好大，哇，阔嘴阔嘴，嘴巴，哇，路亚一来马上开光，拜拜，刚来，第一竿马上中，这边的生态真的是不错哎，都看得到水面很多那个溪鱼在炸，哦，咬一下，哦，咬了，哦，呵呵呵呵凶，超派，恭喜信啊，阔嘴吗？哇，哇，又是阔嘴，超凶阔嘴，水哦水哦，啊对，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我今天用金色的亮片，可以根据天气去选择你的亮片的颜色，那是2.2克的，哦，又来了，哦，追咬追咬。阔嘴都是追咬的，超凶。阔嘴，给我几架，阔嘴吧，大爆掉，阔嘴。哇，你看我前面这里，哦，拖走了靠腰。哦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偷袭，不讲武德。哦，粗的，粗的，粗的。不讲武德，哦，不讲武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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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哟，哦，粗的粗的，虾米，哦哦，干，这是粗，哦，虾米，哦，原来是好熊啊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在那边要给大家看西域，你来吃我的亮片干嘛啦？哦，哦，漂亮的好熊啊，哇，哎，难怪这么胚。哦，刚好我们的那个跟我来的那个小菜，他好像要这个鱼，我把它带回去好了。哇，这是好大，漂亮，耶、yeah, ，嘴巴，来，好哩好哩，你要吗？好啊，反正是外来种，你要来就外来种，钓一点啊。给你的礼物。谢啦。早上6点开始钓到现在5点，哇，真的是钓一整天都在平林这边玩，在平林这边是有很多地方可以钓鱼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。想来玩的话，快来报名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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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